白公子很抱歉，这是防盗措施。通宝阁的贵重玉器古玩，通常都在这件交易。这道铁门的开关也由外面控制，就算是里面出点事，也绝对跑不掉。何老板，您的天龙珠是不是可以拿出来让我们白公子瞧瞧呀？哎，可以，当然可以了。 此珠不但能必买，凡是中都之人，将此珠含在口，其毒必尽。所以武陵众人视此珠为奇贼异宝。好，好，多少？5000两银子。公道，京城无忌钱庄的票子成吗？哎，成。 白公子真是爽快。人家白公子是京里来的大户人家，既然有心来买天龙珠，5000两银子算得了什么嘛？紫嫣姑娘说的对，您的用计，待会儿我派人送到凌仙观。 大婶，哎，请问您。 发生了什么事？里面发生了命案。出入口由外控制。 天龙珠又不见了，又不在他们身上。在下白云天，京城人士，来此收购天龙珠，不想在下也平白无故的损失了5000两银票啊。我可以保证。好，你们可以走了。不过。 在未破案之前，暂时不准离城一步。5000两银票还没找到之前，我还不想走呢。慢点，我可不可以看看？啊？ 白公子懂武，略知皮毛，身怀巨款，以此见防身之用。我们可以走了吗？牢牢地盯住他。是。 放心，我会替你尽力抓到元凶。
你们给我仔细的搜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玉堂啊，回去接他师傅的坟，明天会来找我们的。啊，那你到底打听出什么事呢？我是打听出通宝阁的窃盗案，那个凶手啊，一定是孙悟空转世投胎的。小铃铛，这案子怎么扯到孙悟空去了？哎，那个凶手要了没有72遍，他怎么能在密不通风的房里偷走了5000两银票？和一颗汉奸的天龙珠。哎，天龙珠，哼，这个天龙珠弄得我行动都不方便。紫嫣呐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平白无故惹上这种麻烦，本来我是好意带您去买天龙珠，没想到。好了好了，我损失了5000两。我都不气，你还气什么呢？啊！哎哎，喝酒，喝酒。我是店里的伙计，棺材老爷要来查房间了。我是宣城捕手雷晨，你是？这个是打哪来的？啊，你说这？海州府捕害被杀，他的腰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雷捕头，是这样的，当时我正在渡口，我到了岸上，凶手已经跑了。这个腰牌就是海州府的捕头交给你。本城出了盗案，而此案与海州府的凶案有关，就凭你几句话，我能相信你吗？雷捕头似乎不太相信在下之言。姑娘，请随我回衙门一趟。我随你去。哎，秋姐，小铃铛，娇娇，你们在这儿等玉堂，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哎，乖，好走，好走啊！哎，好走。哎，伙计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们的朋友出了问题了，想不到这么年轻漂亮的姑娘，竟是个凶手啊！你是怎么回事？把我都弄糊涂了。你说他呀，登记簿上写的是铁云秋，他犯的什么法？他伙计，哥们，你把事情给我说清楚，铁姑娘为什么被他们押到衙门去？哦，你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
这。清白，我这么一走，不承认我杀人吗？云秋姐，我不走。你们想走也走不了。我就不信，走不了。娇娇，不可如此。幸好你没有动手，幸好你没有离开牢房。铁姑娘。本来我想明天再问话，如今不必了。你相信我是清白的？我相信。不过，铁姑娘，我希望你用事实来证明给我看。那我怎么证明？铁姑娘，我希望你能帮我查通宝阁这个案子。还你的清白，你要了解，有很多地方我有所不便。你的意思是要我暗查？不错。好，我答应。但是我要怎么做呢？有个人叫白俊天，他住在流星关。依我的猜测。案件有关，他跟紫嫣是相爱，希望从这方面去打听。哟，张员外呀，好久不见了，快快快，请啊！哎，我是岳红啊。干什么的？姑娘，我找人。找人？找谁呀？这有没有个叫紫嫣的人？有。姑娘，那能不能麻烦您？姑娘，你是不是走错门呐？这种地方是你能来的吗？去去去！姑娘，我只不过找人，你何必对我这种态度？笑话。谁能保证你不是来找老公的？快走啊你！我没见到人，我不会走。臭丫头，你是纯阴炮上的是不是？来人呐！走！把他轰出去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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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云秋姐，那是男人去的地方，他们当然要把你轰出去了。别不疼。铁姑娘，有什么进展没有？进展？云秋姐连流星馆的厅都进不去，有什么进展？铁姑娘这样去，当然有所不便。是啊，所以我另外有了主意。我是想让娇娇去一下。我去？不，我不敢。对，娇娇去比较合适点。那种地方，我怎么能去啊？哎呀，可以嘛。云秋姐的意思啊，是说你比较有男人气概，只要你改一个妆，他们绝对认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娇娇，
你最好能找到紫烟，打听白金天的一切。咱们最起码也要做到知己知彼啊。好吧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，那我就随你们的意思喽。来呀，文公子，快呀！文公子，文公子，可有认识的？认识什么？哎呦，感情文公子您是头一回上我们流星馆来的。这样好了，我去帮你找几位姑娘，您挑挑。姑娘？不不不，我是来找紫烟的。紫烟？你是怕我没钱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紫烟姑娘已经让给京师来的白公子给包了。我去帮你想想办法。哼，见钱眼开。啊，不不不不。我不能再喝了，再喝下去一定会醉。再喝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声音好熟啊。哎呀，好好好好，那我喝，就这么一杯哦。哎哎哎，姑娘，来来来来来，方兄，再喝一杯。哎，不不，我不能喝了。哎，方兄不能够尽兴，这是小弟的罪过呀。哎，不，方公子，这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您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喝下。对呀，哎呀。哎，你给我出来！哟，吓了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是谁追来了。哎，老哥，我们好眼熟哎。什么女的头？方玉堂，你倒挺风流的，说什么要回去祭你师父的坟，原来跑到这儿来左拥右抱。老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讲理啊？我就是不讲理。救命啊！慢着，你要欺负人，你该看看在什么地方。你是什么人？哼，在下胡俊，在宣城你可以打听打听，没有人不认识我的。我管你是什么人，一定是你带他来的。今天。我先找你算账。哎，阿吉，阿吉，阿吉，快点来！是我，是我。阿吉呀，赶快去报案，又有人来闹事儿了。真的？啊，那我去看。阿吉，对方来势汹汹的，你怎么应付得了呢？快去！好好。哎，今晚真是撞邪了，一连来了两个闹事儿的。他是冲着我来。如果有人来找我的话，你就说我已经不住在这儿了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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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住手！雷捕头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。你笑什么嘛？叫你去打听紫烟和白今天的一切。你反而去闹事，好了吧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奇怪，方玉堂拈花惹草，我心里不舒服嘛。
玉堂怎么会到流星馆去呢？一个叫胡俊的人带他去的。胡俊，是什么人呢？这个人专做不法的勾当，十分精明。我一直抓不到他犯罪的证据。那玉堂怎么会跟他们混在一起呢？ 这件事，这件事啊，交给我来办。云秋姐，你最好再去流仙馆一趟，然后。云公子，人给您带来了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请坐。 公子，我敬您。啊，我不会喝酒。女孩子家嘛，是不大能喝嘛。我应该称呼您云姑娘吧？姑娘好眼力。云姑娘，虽然举止豪迈，但细小之处，总免不了露出。 女儿娇态，云姑娘，您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来见我，有什么事吗？姑娘，我是来找我未婚夫的。哦，您认为我认得他？我是听说他成了流星馆，他叫白君天。哦，是白公子啊。 已经不住在这儿，搬走了耶。真的，云姑娘，您来的太不巧了。哎，我千里迢迢的打徐州来找他，没想到徐州，不对吧？白公子是京城人士。 京城，不，是徐州。我听他说是京城，是徐州。云姑娘，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，也许这位白公子不是您要找的那一位。那那位白公子是在做什么的？他。 前几天刚从京城来，做珠宝买卖的。姑娘，你跟他很熟吗？根本不认识，他是听过我的名。您大概还不了解，我是专门做古董买卖的，从中间嘛赚点佣金。原来是这样的，那姑娘，你跟他相处的时间，对他了解多少呢？可以说完全不了解。他是客人嘛，我总不能打听别人的隐私啊。是，我不打扰了。云姑娘，我还是到别的地方再找。谢谢你啊。你应付得很好。您要我做的，我能不听吗？不错。如果你说错了一句话，我会对你不客气。 是什么人？管他是什么人，凡是跟衙门在一起的，对我就是不利。白公子，天龙珠是不是您？什么时候管？啊，我有事出去一下。
切你自己要留心点。你请坐，我这给你请假啊。请请请。白公子，他是什么人？他是我的兄弟，在下方玉堂。我们之间的事，我不希望第三者知道。白公子，你尽管放心，我这位兄弟靠得住。认钱不认人呐！请坐，请坐。白公子，关于方玉堂，我是来找你的，问一问，你为什么要跟宣城的大坏蛋在一起啊？这件事情你怎么样解释？我方玉堂呢，小有名气了，所以嘛，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啊会来找我，一则找我帮忙了，二则呢沾沾我的光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你好像不相信我的话。好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既然你怀疑我，我就走，这样呢，对你来讲也不损失。我要走了。我真的要走了。
绝对不会更改。放心，我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还需要你大力帮助。不，不行。哦，既然方兄这么坚持，那我就哎，好，我留下。来，坐。我们谈谈正事嘛。来，怎么样？白公子啊，刚才你说到什么地方？我有生意要跟胡二爷谈，不是你。二爷，我改变主意了。白公子，我们不是谈好的吗？不，事情有了变化。哦，有个叫铁云秋的丫头，盯得很紧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请胡二爷把她给除掉，然后我们再谈生意。哦，这个，做不做在你胡二爷。我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。再说嘛，你有这么好的一个兄弟帮忙，难道还怕成不了事吗？好，明天掌灯时分你来。铁云秋的事情，我一定有个妥善的安排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胡二爷不必送，免得衙门的人看到，不太好。留步。好。二爷。你要跟他谈什么生意？啊，没什么，一点小买卖啊。放心啊，哎，二爷，刚才白君天说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？那么铁云秋的事情，我就交给你办。这个怎么？你不肯干，不是不肯呐，是哦，好，你放心，事成之后一定少不了你的好处呀。好，就这么决定。好，现在就去干。是。掌柜的，二爷，到白君天的房间去，务必找到天龙柱。干什么？替我揍一顿方玉堂。我啊，早就想狠狠地揍他一顿。娇娇，小琳达，我认为玉堂有他的用意的。什么用意？他这小子准是为了贪财，为了钱出卖良心。不，玉堂不是这种人。哎，到目前为止我们什么都没查到，对雷捕头不好交代。
方玉堂，你来的正好，去吃花酒，还装着不认识我们。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找铁姑娘的。玉堂，我问你，你真的投靠胡俊吗？说起来真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人呢没有一技之长，再说我更不懂得谋生之道了。官人收留我，我师父说呀，士为知己者死而无憾，二爷对我好，我不能不报恩呐。哦，二爷对你好，云秋也对你不好，方玉堂，你的良心在哪里啊？良心在这儿了。我看你的良心啊，给狗吃掉了。哼，他的黑心肝儿，说不定连狗都不爱吃。娇娇，我相信玉堂有他的用意。用意？哦，哼，二爷要我来杀你。可是我想了又想，杀你太可惜了。生能待人，何不待人呢？你真的助纣为虐。哎，没有办法呀，肚子问题啊。哼，你这个无耻的小人，今天你谁也带不着。哎哎哎哎哎哎，娇娇，别打了，娇娇。你真的是误会了，我真的没有派人去搜你的房间呢。那个掌柜的分明是你的手下。哼，胡俊，我看你明明是瞪着眼睛说瞎话。哎呀，如果他们是我的人，那他们是一定是起了私心，想侵占你的天龙珠。关于我有天龙珠之事，只有你我知道。可是我也不能够保证他们没有听到我的说话呀。白公子，在这宣城地方还没有人敢买你的天龙珠啊，我看咱们还是好好的谈生意吧。好吧。嗯，好，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让你见一个人。方兄，走。还是让我把它解决掉，一了百了。